对啊。我们家没有，这样没有很远，真的，那吃小应该很方便。对，我这样的话蛮没欢乐的。先不要动，先不要动，先不要动。先在市区里面，在那个大条路比较好移动，要不然的话真的难做。对，你还是在那边。如果你这边的话，交通交通发达，要去哪里？就算走的话，你。